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日的节目《人生的歌》。今日咱们来看诗篇139篇，139篇吼，你若有时间慢慢啊来看吼，你会足受感动，因为139篇里面呢，其中蕴藏着一个生命的答案。咱人常常问我是啥物人，咱人常常啊感觉讲我在这个宇宙中吼。到底我未来要去叨位咧？想想种感受吼，啊，这个139篇咧，提供咱生命的答案。这个139篇在咧讲嘛，讲上帝，无论我去叨位，你拢伫遐；我去足远的所在，你也伫遐；我去足近的所在，你也伫遐。这个宇宙中，我足侪我无了解的奥秘，但是我相信，无论我伫叨位，你拢伫遐，因为上帝创造、掌管这一切。讲。我要被造成的时阵，我要未来世间，我要未来世间过一日，你就早都已经拢知影。哦，我的名，我的这个生命是伫你的内面，你太捌我了。这就敢那亲像一个老爸老母吼，我要未有囡仔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讲，我要爱有一个囡仔。好啊，等这个囡仔离妈妈巴肚底，咱也未看到的时，咱已经捌伊啊。啊，上帝比咱的老爸老母吼捌咱的捌佫较济。所以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来世间进前，他说我的整个里面的思想，我的个性，我的一切，你都完全了解了。这个139篇所写的这个内容呢，让我想起一个人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呢叫做史托克，这是算差不多1900年左右啦，离现在差不多100年左右。那个年代一个人，他是住在英国，这个人伊都是主持人，伊常常问这个问题。伊会问讲，到底我的生命意义伫倒位？伊讲我的生命一日一日吼，好亲像一台火车，嘛好敢那亲像一条河流。啊，时间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到底到最后，这条河流要给它带去倒位咧？我、啊、到底这台火车，时间的火车，是要给它带去倒位咧？这都是伊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都是因为伊遮好想啦，所以吼、哦，伊真做一个足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伊发明足侪足侪物件，吼、哦，比如讲，伊也知影讲这个玻璃，吼、哦，甲照影对这个光的反应，这嘛拢伊发明的，啊，个什么漂浮粒子，吼、哦，啊，个那有这个浮的力量就会浮起来，啊，那有这个吸引力就会沉落去，哦，足侪足侪这个物理吼、哦，可能大家唔是讲啥有兴趣吼、哦，但是你呐。比较靠咧有种物件的人，你就知影吼，足侪即个科学的原理，拢甲即个史托克伊的发明是有关系。因为伊是一个足爱想问题的一个人。你敢不知即个囡仔偌趣味呢？伊伫细汉的时阵，伊就上课讲：“老师，我有问题。”老师讲：“你有啥问题？”伊讲：“啊，老师，蟑螂吼，伊呐那个油桶内面，伊变呐烧水啦。”哦，老师就讲：“即摆讨论这要创啥？”伊讲：“我都好奇嘛。”哦，啊，伊是毋是吼？伊收愈紧诶，吼，是毋是愈紧死？吼、哦，啊，只老师讲对啊，因为这个油吼、哦，你若收愈紧吼，你的毛细孔去油塌掉咧，安尼，所以颠倒会紧死。哦，油甲水无共款，吼、哦，啊，所以就这个 stock 就讲，啊，老师，我知影，所以吼、哦，若是只蟑螂吼，伊若落咧油内面吼，伊应该是动作较慢咧，吼、哦，较慢咧颠倒会收较紧，伊若愈紧愈紧就愈紧死，对不？哦、老师做神嘞！老师讲拜托我，即马吼，你咧讲什么蟑螂？拜托、哦、我，敢那我食个早顿特别吐出来啊！吼、哦，老师就足无啥一个回答吼、哦。这个囡仔吼，佮徛起来，佮做这个姿势，讲蟑螂吼、哦，伊那伫游泳内面吼，伊那无想要遮紧死吼，伊都要安怎游吼，啊，都做这个游泳的姿势吼、哦，啊，袂当收足紧嘞，足紧嘞，爱喜欢嘞，足慢嘞，安足慢嘞吼，啊，颠倒安尼会当佮较紧脱离迄个油桶啊嘞。吼、哦！全班囡仔大家笑到要变过啊！吼，大家感觉讲做好耍的吼，但是老师若教到一种学生吼，足头疼的。后来老师就甲骂讲：，卖个别讲啊！你是牧师的囡仔，牧师的囡仔应该是乖乖，牧师的囡仔问下一个问题要创啥？安尼用打压呢吼。所以这个囡仔讲主持人伊就无讲真快乐啊，伊就敢那讲，我有问题要问你啊！我牧师的囡仔我都袂当想要知影讲蟑螂怎么游泳，安尼袂使哦。啊，家属变啊受罪，我要研究一下，你嘛袂使哦。但是伫伊迄个年代，因迄个时代毋是像咱即嘛，讨论问题拢真开放。迄个年代，因足保守诶，感觉讲你莫我变问问题，
哦，你卖懵就对啊，你就相信就对啊，啊，你就乖乖就好啊。啊，你这个囡仔哦，可能魔鬼附身的款，啊，未这么懵，哦，足恐怖的一个年代啦。所以这个史托克伊真不快乐。虽然因爸是牧师，伊也听足侪圣经的故事，但是好亲像伊心中对这个生命的这个疑问吼、哦，并无人有这个耐性来给伊解答。啊，所以常常足郁闷呢。伊后来虽然去考掉这个剑桥大学，这当时足出名的一个学校，而且这间学校吼，当时吼真出名，就是因为吼，那个物极必反啦。你吼、哦，规个教会，规个当时的社会，愈禁止这学生去想问题吼，因愈爱想。所以崇明教会势力也真保守，但是教会势力迄当时也真大。这种大呢，也当时也就来带动另外一种。带倒病的力量，这叫做反作用力、反作用力啦吼。都、就是有一天啊，先啊讲无神啦、无上帝啦，我都不爱信啦。你想要安怎？这种作优秀的哦，吼、哦。你若无遮优秀的人吼，拢袂用乌白想嘛，伊无去想这个问题嘛。啊，会晓想拢足聪明的呀、啊。啊，你如果打压，你如果叫伊想，伊如果要想啊。所以当伊去大学的时阵，迄时阵这个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内面吼，拢足侪种无神论者的思想。啊！大家都讲，免想这些，免想这些啦吼。迄阵伊去读一间学校，这就是当时伊的一个背景。但是伊讲伊读到这个学校时，伊讲有当时半暝，伊拢会醒起来。哦，因为伊若想到讲有一日伊会死，好、哦，伊讲我唔是惊死，我只是唔知影我死了我会伫倒位。这个问题让我足紧张的啦，焦虑啦吼。伊、哦、就咧想讲，我到底我死了我是伫倒位咧？伊讲这个时间，敢那亲像一台火车嘛吼。哦到底死到我若死的时，我落车，迄是一个啥物所在咧？啊，伊嘛甲伊个同学讨论种物件，因为迄拢是遮一挂足优秀的大学生吼。有人就甲讲啊，你唔免想遮济啦，这个世间都无上帝，你想遮济。但是伊讲，那有可能无上帝？伊讲以我所学的，我学的遮物件，这明明都有上帝嘛。那无一个上帝，边有可能这个世间？这物质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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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今仔日这个世间哦，哪有可能哦？所以讲一定有神，但是这个神是什么人？伊讲我咧想这个问题，我唔相信无神论者。虽然伊个身躯边足侪这无神论者，啊，拢甲伊讲，讲啊无神啊，你卖想遮济啦，啊，伊讲袂使，伊讲我的专业甲我讲一定有神，哪有可能讲无神会有我这个人来世间？无可能。啊，嘛有人甲讲吼，哎呀，啊，都有可能有，啊，嘛有可能无。这种物件吼，无答案啦。这种无答案的物件，啊，亏你还是学科学的，啊，你有科学的人，这种无法度得到答案的代志吼，你想遮济要创啥？自吹欢乐嘛，你庸人自扰嘛，卖插伊，卖插伊啦。咱吼享受快乐吼，上爱重要啦。但是这个斯托克就讲，唔是呢。伊讲，我的专业甲我讲吼，这个世间的真理，这个世间的基础，拢是绝对的真理呢。你卖甲我讲啊，嘛有可能有，嘛有可能无。伊讲唔是安尼，伊讲迄是恁家己无认真面对。伊讲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足绝对的嘛。哦，我所写这物件，我所学研究物件，这足侪拢是定律、定律、定律。所以这个史托克讲，依我看吼，这个世间就是一个足绝对的、足稳定的一个状态。所有的人活在这个世间，咱拢是徛在一个足绝对的基础的内面。比如讲，日头当时出来，当时落山，日头逐日的出来，这是一个绝对的代志。袂当讲有可能，啊嘛有可能，无一定。伊讲唔是安尼，所以伊就认为讲，这个世间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绝对不可能讲，嘛有可能有神，嘛有可能无神，唔是一定有神的啦，一定有神的啦。这个世间是建立在一个绝对的真理的基础上。所以这个史托克伊就坚持有神，所以人就甲笑啊！啊，你今仔读个歹去，你一方面你去甲阮徛共一条电线，哦，你嘛是感觉啊教会迄套吼足无聊的。但是我甲你讲无神，啊你也唔相信；我叫你讲卖去想这个问题，啊你也唔相信，你也不爱。啊，阮甲你讲啊，人活伫世间吼，都是享受啦，吼、哦。啊，你去讲安尼无满足，你讲只有享受尔，心灵足空虚。你若无追求到一个心灵的答案，你若对你人生到最后的归宿，哦，啊，你拢无去肯定的时候，啊，你就心灵真无平安，哦，啊，你我要去算你也搁无敢去，
你这个人是来吼，你安尼就起笑，因为吼教会嘛不爱你啦，你喜欢问问题啦，教会也不爱你啦，啊，我也不爱你啦，因为我要去佚佗，要创啥，你也唔对我去啦。啊，我讲无上帝，你讲有上帝，有上帝你就去教会啊。啊，你佮讲迄个上帝唔是教会上帝啊，你真正你安尼你会起笑啊？有影，这个使徒哥安尼讲哦，伊讲我足痛苦的吼，足侪年来一直咧问家己这个问题。哦，有人就甲讲，啊，你说足简单啊，你甲上帝求一个神迹嘛。哦，你讲哪有神迹？哦，有神迹是，我都相信你啊。使徒哥讲，哎呦，恁这人吼，那会听多遮差啦？当然是先有神，才有神迹。我求一个神迹，要来看到神嘞。我是爱先追求讲，到底有神啊，无神？我就当知影讲有神迹，无神迹。因这朋友大家服务噶，真正特别得着忧郁症啊。好，好啊，好啊。不要跟你讲啊，哦，不要跟你讲啊，我已经哦，听你咧讲些有诶无，听甲足烦诶啊，所以哦，这个史托克在伊这个等于是超二十几岁，啊，其实是我拄仔咧讲伊个故事，讲伊自细汉，伊就一直咧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心路历程吼，我想甲咱足侪观众朋友应该也真像吼，当然我也知影足侪人一世人毋捌想这个问题，不过嘛有足侪人一世人吼一生中一直咧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在想无，吼、哦，所以咱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咱拢要认真爱来思考啦。啊，所以这个使徒哥在想想想，到最后吼，伊无法度，伊就讲，啊，世一人有够大人，到最后嘛是搁等来阮爸爸的信仰啦。伊讲，我若无来承认这个世间的神，就是圣经的神吼，我已经无出路啊。但是你要叫我承认这个神，就是圣经的神。我阁想到这个教会足侪黑暗的物件，伊讲我是足痛苦的啦，哦，所以我用这个史托克的故事，甲大家分享讲，这个诗篇139篇在咧讲吼，其实你卖看这世间的这组织啦、啊，卖看人啦、啊，圣经里面早就讲啊，你也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和你的心就是会走出伊。所以咱人活在世间吼，会想要一个信仰，这不是我要爱。那是上帝在我的心中留一位，让我在找什么人要来坐在这位，那是我们人对生命一个很基本的思考啦。这就是139篇所要表达的、哦、所以这叫做生命的答案。后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下了呢，最后跟你说史托克安怎找出他生命的答案。欢迎回来到三面七方吼。虽然讲人生的答案到底是啥物，诗篇139篇讲得真清楚，讲上帝啊，我要未来世间的时，你都已经捌我。哦，我要走去对比咧。哦，每一个所在拢有上帝的形影，天边海角拢有上帝的形影就对啦。啊，所以讲上帝的灵当伫咱的生命中咧做工的时阵，哦，啊，咱自然就会当有一个平安，有一个确定，知影讲我将来是登记一下。咱有足肯定，足肯定。所以这个史托克也有一日，伊咧找出讲上帝咧到底是倒位。我知影有上帝，但是到底你是啥物人？伊无法度，伊只有个足唔甘愿的啦吼，佮当个冰圣经。啊，并伊这个自细汉就咧读个一段，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大家拢会晓的吼。上帝听世间人，上帝将伊个独生子赏赐予咱。伊当咧读个时，伊就讲：哎呀，咱含在你家嘛。上帝来世间，上帝来找咱，所以上帝就是耶稣嘛。我伫咧找这个世间的这个神，这个神我看袂到吼，看袂到我足痛苦的吼。伊讲啊，这个神就是圣经跟咱讲，迄就是耶稣嘛，伊就是来找咱，要将来将咱带登去甲上帝遐嘛。答案遮简单，我哪想无？伊讲迄个当伊咧看的时吼，伊家己形容吼，事后形容讲，我好好参详吼。是一个敢生生的这个门，这个锁门锁，吼啊，滴一滴油落去了吼，咔一下就拍开啊，吼，迄锁匙孔敢那未输吼，拢生生去啊，吼，需要沾一个油啦。伊讲当一滴油甲滴入去了后吼，啊，我这个锁匙吼，佫准了了就拍开啊，我这个心门吼，
迄只迄滴油甲滴落去了啊，我的心门就拍开啊！爱讲迄滴油是啥物？迄滴油就是上帝灵、圣神吼的光照。上帝灵甲咱感动，迄滴油甲滴落去的时候，我的心就拍开去啊！自迄日开始，我就改变了。虽然伊的学校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学校，但是呢，伊却常常伫学校内面呢咧祈祷。伊后来嘛，真做这个学校内面吼，非常认真传福音的一个人啊，真做足出名，会当讲是定是敢那宣教师同款。后来呢，要足侪这宣教师吼，因安尼为上帝做工，啊，伊就用文字，所以这个史托克后来呢，伊嘛真做一个足伟大一个文字宣教者，伊用文字将这宣教师的故事吼，安尼写落来，啊，足认真的传福音。所以那段期间，在这间校剑桥大学里面，这个无神论这个风气呢，慢慢有在改变。那段期间，这个校出足侪宣教书，所以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段的故事。所以用这段故事呢，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讲，咱人活在这个世间吼，有当时啊，你讲你找找答案，找找答案吼，答案其实上帝已经给咱了啦，还是看咱家己吼，是不是真正有迄个心要找到。一个真正有心要找找的人，上帝一定给他找有的啊！圣经就跟咱讲啦，讲既然你若去要来找找上帝，寻找的必定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讲你若底下咧拍门哦，上帝立立对，你若真正有这个心，你若关心你的生命，你要找找上帝，一定引出，一定将真理带到你的面头前的，一定给你找有的。这就是咱活在这个世间足大的一个保障和安全感。咱有肯定讲，无论咱拄着啥物代志吼，你若真正有相信这个上帝，上帝绝对无甲你放散啊！这叫做生命的答案。所以真侪人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哦，真死人啊，是安怎吼？其实咱世间，咱这个基督教咧讲，就是无这个真死人的代志。咱是上帝所创造，咱是绝对的存在，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答案。你活在世间，你要为你的选择来负责任。你活在世间，你有一个你的角色，上帝给你扮演一个角色。你有你的角色，我有我的角色，每一个人都有咱的角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咱大家共同来思考，咱到底活在这个世间所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人生的答案。所以你好也好，你聪明也好，还是讲或者是你是戆，你是善，迄拢无重要，迄拢外在的条件之一。一个人爱上界重要的代志，你要知影讲，我家己要哪生活，你要家己来选择你的生活。所以有人讲，上帝看未到，上帝看未到。但是你敢知影，咱人的思想嘛看未到。但是思想是不是影响你的人生呢？你若乐观，你若悲观，这个有影响你的生活方式无？有啊，影响足大个啊！所以讲，你的思想就影响到你的人生。虽然你思想看不到，上帝嘛，你影响你的人生。虽然上帝看不到，上帝比咱的思想也搁较深的影响咱的人生啊。因为你的命运上帝安排啊，你的角色上帝安排，你的遭遇上帝安排啊，你无法度。你先喏，会去行这条路，你先来拄到这个人，这拢唔是你家己会当决定的啦。所以讲，上天给咱安排一个人生的一个剧本。所以我常常我都在想，现代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咱实在是不是讲一个足负责任的一个人。我看到规个台湾的社会，足侪人伊的生活是足无奈的，因为伊家己无愿意去改变。伊就讲啊，都有通食就好啦，有通穿就好啦，有通佚佗就好啦。伊并不是讲足认真的，伊并不是真认真去思考讲我为什么活在世间。你若大家拢像这个史托克安尼，社会都没问题嘛。大家都会问过我为什么活在世间，原来每一个人都很认真来生活，这个社会稳当很和谐啦，大家互相三听嘛。但是不是，因为我看到的很多人不是这样，很多人自私自利，很多人活在世间只有想到他自己而已。也很多人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就这样对这个环境，我们叫做随波逐流。他为什么要上班，他不知道。伊活在世间的使命，伊唔知道。我着日子吼，日子过一日，安尼就好啊。若是这款的人，有一日你将来心烦的时阵，你也莫怪上帝。
所以我唔知影，亲爱朋友，你家己敢有认真为你的生命咧找一个出路？还是你讲我都当时安尼就好啊？咱即马过种生活，你敢有快乐？最悲哀就是足侪人讲我无快乐，但是我阁无想要改变。哦，上面无快乐，上面我阁无想要改变，这个谁都帮不了你啦。咱人一定家己爱有一个改变的一个企图心。你若有企图心，讲我要改变，我要过比即马更加喜乐，我要过比即马更加满足。你若有这个企图心的是上帝一定会给你开路的。咱来做咱生命的主人，唔好做咱生命的奴仆。这是一种你要选择的一个人生观。这就是139篇所表达的一个重点。哦，好了，今天这部时间已经到了，你记得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有完139篇，咱的主题是我无搁再孤单，你记得继续收看，多谢。你讲家暴呢？就跟你讲这个代志，你唔免插，你就干要插。哦，你敢知影历史上足侪人家暴的结果，害人死更加惨，你知无？哈、啊？我是好心嘞，啊，等到你咧马佚佗诶，我都跟你讲这个代志，我去沟通就好啦。你都唔免加开一个电话，你就说足侪爸母拢加好心啦，啊，加熬啦，哦，啊，就常常啊，这个代志我知，我跟你处理就好啊。我一摆一个朋友。迄就是伊原本想要甲伊个主管辞职，结果伊妈妈就讲啊，这唔免啦，就所以母啊敲一个电话去拜托一个啥物伊爸个啥物立法委员啊啥物我哥吼，啊叫主管去甲讲啊，讲啊我甲你调职，迄、那个主管怎啊甲骂，讲啊你若要调职甲讲就好啊，啊找对面个人来甲压，往这个世间吼充满了足侪这种家暴个代志吼，我来甲侬讲一个故事啦。1881年，迄阵个美国有一个总统。都是死伫家暴，我够好，我够好笑的啦！啊，哦，捌听人讲，有人死伫家暴的。1881年，倒一个西位总统死伫家暴啊！啊，迄、那个总统叫做 Garfield， 哦，加菲德。迄、那个总统伊就是有一摆吼，伊出门的时候叫人家暗杀，哦，叫刺客去个暗算，一粒枪支伫内面呢，枪支掉伫体内。啊，所以真危险，所以真侪这医生咧手术吼，大家都啊想要甲讲变啊用这个手术吼，啊要将这个枪支呢甲摕出来。安尼就好代志咧，啊是安怎样讲家暴甲总统会死去咧？吼、哦，你敢知影讲医生为着要摕伊迄粒枪支哦，为着摕粒枪支，有人讲爱搁对啥物边啊爱搁开一孔，哦，迄阵的医学无像即马遮好嘛。大家在研究，搁一摆一个医生，迄阵就是无洗手去想要去用挖的，将迄个枪支挖出来，结果挖一个迄、那个总统的胸椎全发炎，所以原本的胸椎吼枪支嘛，足细空的嘛，就因为那个挖，愈挖愈大空，到最后先讲，竟然讲有一个医生讲安尼，讲啊好啦，都反正都已经遮大空哦，讲啊无我试看嘛，恁走我试看，有一个医生怎讲？规个手讲怎伸入去，安尼个挖啦！你甲想看麦，看好严重。规个手哦，安尼个伸入去内面，安尼个挖啦！哇、哦，吼、哦，惊死人啊！啊啊，即嘛医学才进步，医生嘛也阁唔敢讲规个手怎个伸入去。吼、哦，爱、啊、的医生才搞，规个手怎个伸入去挖挖出来无？当然是无啊！后来，迄个总统怎安尼叫拖，迄真正够折磨的啦，迄够歹命的啦，安尼拖到最后呢，怎死去？你看真正死到够冤枉的啦，迄就是因为医生吼，对医学的常识也阁无够，迄阵当然无怪因，迄但是到尾啊，伊死的时阵人研究的结果讲，其实吼，原本迄粒枪支吼，卖退都也阁未死。啊，这个世间啊，真济代志吼。诶，拢咱想无诶啦！啊，我嘛前几天我看报纸，讲咱台湾一个老兵呢，讲伊头壳内面呢，讲也过一粒枪支呢，讲也过无摕出来，你敢知？讲甲国家要求赔偿，结果国家无要插伊，讲迄粒枪支已经过了10年啊，所以这嘛是报纸新闻刊出来的一个代志呢。啊，枪支掉咧头壳内面哦，无摕出来不要紧哦，哇，这嘛太厉害了，有咩啊？所以这个世界真无奇不有。不过我拄仔咧讲的迄个总统是有够衰，
因为原本迄粒青子若无甲挖出来是袂死，吼、哦。但是想袂到，因为为着要挖迄粒青子，才大家加薄，加薄的结果煞颠倒害死一个人。所以亲爱朋友，会记哩吼、哦。有时吼，咱咪叫是讲啊，咱出面啊是讲咱想的办法一定就是好的办法。有时吼，加薄颠倒带予其他的人不行，这就是今仔日的故事。嗯，安尼好。安尼，即卖以后你的代志你家己解决，你的代志你拢卖去甲我拜托吼。从、哦、今以后你行你的路，啊，我过我的桥吼、哦。以后你的代志，请你家己来解决啦。嘿，拢卖去找我，各位再见，咱唔爱做一个鸡婆的人，拜拜，拜拜。